你若拄着我，叫我Jacky就会使啊。哦，啊，哎，Jacky，Jacky上简单的叫法就是哦，做千斤顶啦。哦，千斤顶就是Jacky啦。啊，其实哈，这是支那的文化歹的所在。支那的文化，支那的文理拢有毒的，你唔知哈？千斤顶哈，在全世界都一样。它顶起来绝对超过一万斤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支那的文化吼，外国的物件一定要个贬低成十分之一，存千斤顶，对吧？安尼你知影？啊，所有外国的物件吼，拢翻，对吧？干那支那人才是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因的文化就是安尼，因的文化所有外国的拢比因较歹，就对了。安尼有简单无？所以呢，千斤顶哦，其实可以顶一万斤呢。啊，贬到这里就变成千斤的了。哦，比如讲上简单的，日本的高铁哈，还是讲捷运啦，伊那慢三十秒你来吼，吼，伊就感觉足抱歉啊，对不对？那慢一分钟哦，一定要道歉。啊，那中国人教恁安怎？啊，晚一点没有关系啦。哎，差一点没有关系，一点跟一分钟是差六十倍呢。你有想到，人家晚一分钟要道歉呢，啊，人家晚一点没有关系。所以这就是钱那有毒的所在，有毒的文化哈，咱已经从教几落千年了，所以你唔知有毒啊。啊，咱今日讲的题目哈，啊，对国跟家，国跟家哦，其实足简单的啦。这个国里哈，中国人的思想较简单啦，因讲只要有土地、有人民、有主权就会使做国家。其实因较早的文化阁较简单，安怎简单？看字就知影。中国的文化吼，足简单嘞，就是吼伊的文字足水的嘛，对不对？看字就会知影伊的文化。比如讲上简单嘞，你那个画一只鸟啊吼，哎，这里字就是鸟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是一只乌龟，你个伪造乌龟，伊就是乌龟啊，所以一定水的嘛。国家安怎写？就是围墙啊，内底用武器将所有的人拢杀人灭口，安尼就会使做国家。安尼伊的问题有简单无？就是伫个城内底有无？哎，将你所有的人口总抬掉，换我的人入去，我就变国家，对不对？安尼就简单，因为文化简单就是伫遮，所以中国的文化呐，每一摆战争屠城，所有的人拢杀掉，换我的人入去，嘿嘿，这个城就变我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屠城文化。啊，那家呢，搁较简单，家里边的那些，里边讲吼，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就是家了。啊，这里安那些，这里安那他。这里有这死的，都是低的艺术了。啊，你的厝内拢低，你的亲人通通是猪，啊，你敢讲你是龙的传人了、哦？所以中国文化有简单无？足简单，啊嘛足水的，每一日写起来拢足水，哦。咱这知影最近无外久的新闻了无？这威廉凯特哈。哦这个差不多三岁啊，最近才生一个查某囝无，做大哥啊。这个、小王子也苗在乔治啊，因老母甲伊个官员啊，甲讲啊，那个叫威廉哈、哦，到菜哪去了？那个乔治啊，就是讲菜哪是伫迄菜哪迄毒啊，紧去才找因老爸。咱就知影讲 ，China 就是咧指瓷器，哦，瓷器藏瓷器的所在在 China， 所以吼、哦，乔治来伫咧家找老爸，讲问伊老母讲，没有啊，没有在那个 China 里面啊，人家个解释讲 ，China 就是去中国啊，啊、哦，伊去看习近平啊，啊，伊唔知影讲咧家秘小车讲秘咧 China 菜毒啊来滴，啊、哦，这就是伊咧，所以这瓷器的意思就是 China。啊，你知影吼？济南人吼，个性吼，
完全甲瓷器嘛，拢同款。安怎同款？足足水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毋过袂堪要人检验，轻者就破，瓷器就是安尼，足水哦。较早吼，澳洲人袂晓烧灰啊嘛，所以灰啊烧去到澳洲吼，因就用迄毒啊甲炖起来哇。哦，这宝贝啊！即卖嘛还阁安尼啊，对不？因为迄灰啊足水的，唔甘命啊，爱甲囥喺毒啊内底，还有这宝贝，唔通好轻者呢，轻者就破去啊。哦，这瓷器吼，足简单嘞，全世界拢叫伊菜拿哦，菜拿就是吉拿的意思。所有会晓烧灰的所在，较早拢叫做菜拿，啊、哦。迄阵啊，外支那、内支那、南支那、交扯支那、密支那，还有一个印度支那联邦，法属的，即个拢讲叫做支那。哦，啊，支那吼是古早时代做东条的时阵，就叫因支那；印度就叫因遐支那。加的外支那，加内支那、南支那、法属印度支那、交扯支那。交扯支那就是咧烧交扯头遐有无？哦，所以要烧灰啊，拢叫做支那，这就是东方世界拢烧灰啊。啊，西方人较早袂晓烧灰啊，哦，这灰啊拢用船运去到澳洲，就变宝贝啊。啊，这鞑靼人有无？这匈奴人啊，女真人啊，辽人啊，全世界吼，伫个因只。支那人的四周围啊，拢叫做番，对吧？只有这倭寇，对不对？鲜卑人、女真人、鞑靼人、匈奴人、西夏人，从来没有一个叫这南蛮，哇，北狄、西戎、东夷，所以吼、哦，全世界伊的周围拢是番。干阿，因才是人尔啦，啊、哦，这都是因上欢的所在。咱吼、哦，那一般咧斗阵拢知影，那这个人上欢吼，伊拢讲别人上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足简单的道理啊。印度吼、哦，较早尊称大同帝国啊，叫做大支那，哦，啊，印度因是佛教徒，佛教徒因有一个较。古早的观念就是哦，因地的所在拢叫做中国，阮就是伫中就对啦。所以迄个观念吼，移民来到中国的时阵嘛，因就家己结识因是中国啊。较早印度因遐嘛叫做因家己是中国呢，因全世界的中就对啦。所以即卖全世界吼，人大家拢用迄个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有无？每两个小时一个时区，对不对？伫中国唔是哦。在中国，这北京标准时间有无？中原标准时间有无？即卖拢叫做北京标准时间有无？因为啊，皇帝住的所在遐才是标准时间的。村内哦，村内你们时间跟我一样，知无？这就是因有个帝王的思想。因为迄个翻译哈，迄个字典呐、啊，英文翻成中文的字典呐、啊。嘛是有毒的，你知唔知道？安怎毒？因为因无迄个观念啊，啊，就甲翻过的时吼，上简单的美国人的上大的城市就叫纽约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叫做牛，那有那牛诶，人伊叫做新约啦，对不对？伊的城市叫做新约啊。啊，翻作中文的时候，叫纽约、纽西兰呐、啊、纽泽西啊，人家是新泽西的、啊，不叫纽泽西啊，对不对？哎、啊，佮翻过的时候，故意要这样翻，因为哈、哦，他们最欢的。啊，佮翻的时候，要佮翻好歹。吉纳人哈、哦，因为性格哈、哦，完全佮非亚拢同款，哦。非常的脆弱，表面很漂亮，因的历史吼，佮诚信嘛，拢同款咯，袂堪要人检验的。你甲恁讲，那么中国人有5000几年的历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咱佮算者，
较早讲皇帝开始，皇帝禹汤文武周公，遐倒一个叫做中国。大韩帝国、大清帝国、大明帝国、大宋帝国、大唐帝国，有倒一个叫做大中国？安尼讲，伊有五千几年。啊，莫非大明帝国也是中国？啊，大唐帝国也中国，大韩帝国嘛中国。啊，都倒一个大日本嘛恁中国啊呐，对不？都、就是袂使安尼算的，名叫做大中国才是中国啦，哦。瓷器的优点吼，足简单的。你若要洗吼，根本水冲冲的就已经清气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民族吼嘛是同款。较早客家人有无？广东人、百越国、大理国，这些国家拢叫汉人给消灭去啊，对不对？汉人给消灭去了，安怎消灭？就简单啊，你若唔做过汉人，就给杀掉，对不对？安尼就简单啊。汉人啊，佫较好哦。汉人给恁灭国去了啊，哈，迄、那个客家人啊，客话啊，无叫恁讲袂使讲客话呢，无叫恁讲袂使讲广东话呢，无叫恁讲袂使讲河南话呢。所以哦，汉人啊，袂歹。啊，若满洲人来的时候呢，大清帝国来的时候呢？哼，所有的人都给他留辫子，不留辫子呢更简单，通通砍头了。所以大家都变成大清帝国的人啊，大家呢都讲普通话。您讲讲哦，这普通话其实是叫做金达鲁语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北京话，爱跟你讲普通话。其实那是正汉人呢，讲河南话。那个包青天有无？包青天大是住伫洛阳平原中原呢，啊，中原是汉人的所在呢，哪有可能讲北京话？所以包青天是讲河洛话啊。你唔通连续剧看伤济吼，就是北京拢讲北京话。诶，包青天呢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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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诶，唱北京话，拍唱啊，足好听。唔对哈，伊是咧讲河洛话才对哈。哦，开封府是伫个洛阳平原，因吼济南人吼，烧骂唔捌输啦，啊那烧怕是唔捌赢哦，所以吼、哦、你卖介烧骂啊，甲济南人烧骂你一定嘛输伊，介烧怕得啊，知无？济南人烧怕唔捌赢哦，所以因战争嘛唔捌赢，为什么？足简单的道理嘛。苏亚文哦，甲庄稼人战争，苏亚文都七百赢过。你到底有冇听苏亚文的赢？为什么？因为苏亚文是食米的，庄稼人是食羊肉、食牛肉的。足简单的道理嘛，因为西北派嘛，庄稼人西北派哈，牛要甲抬了，为倒一倒抬了，逐工拢咧抬羊啊，伊知影倒一倒抬了，稳死的啊。啊！你那只会食米的只嘞，反正一年才食七摆猪吧，对不对？你那会知影讲这只猪要为倒个台了也是，所以吼、哦、烧台了，前阵输赢啊。尤其个汉人，汉人要求一点：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。你个想看嘛？好男不当兵，你战争要哪赢啦？所以汉人吼唔捌真赢过。因为呢，好男都不当兵嘛，对不对？过一点，其他人吼、哦、未晓练钢。他们练钢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毛泽东的土法练钢开始，对不对？较早伊闹梗，因甲恁骗讲吼，嘿，铁杵磨成绣花针，对不对？只要有恒心呢、啊，你唔免用铁杵，你用铁线得啊。铁线咧，画做绣花针，你看有法度通做绣花针无？足简单的道理嘛，针一定爱钢，哦，要钢才可以磨成针。刀嘛，同款呢，宝刀吼爱有钢呢，你用铁打不成好刀呢。你唔通就是讲倚天剑、屠龙刀啊，个关公迄支什么青龙偃月刀啊？迄拢假呢？迄拢小说呢？
你唔能就是讲倚天剑，真正迄支尚方宝剑会害死人，你能想天真哈、啊？中国没有宝刀宝剑哈，因袂晓练功。啊，那日本人呢？每树刀每剃出来，每一支拢宝刀，对不对？安尼战争就像呀，足简单的道理嘛。所以钱那人是安那爱起长城。因为吼，你剑你袂赢人啦，像围墙啊，起较悬的较好啦。好啊，这个国吼，所以啊，因是安那起围墙啊，哦，长城啊起足悬的无，将家己围起。因叫双国人，双国人叫啥？恁叫是双国人，因叫俄罗斯哦，唔是啦，济南人哦，上惊双国人。安怎讲？因自较早就叫双国人叫做罗莎，对不对？罗莎，伊这个名就是为遮来啊。罗莎，罗莎伫中国内底是足可恶的妖怪呢，迄是怪物呢。所以吼、哦，因足惊俄国人呢。罗莎就是为遮来，所以中国啊，济南人啊，拢以天朝上国为。回忆他们的文化，因他们才是文明的国家。文明的国家哈、哦，吃饭用筷子；那些不文明的国家哈、哦，吃饭都用手，对不对？讲左手要擦屁股，右手拿饭，乱乱讲。拿筷子的会比较干净吗？您仔细稍微想一想了，用手吃饭的人哈、哦，他的手一定干净，对不对？那不干净吃的好洗的啊！啊，那是中国人呢，筷子干净就好，手有没有干净有没有关系？啊，你想较干净，足简单的道理。啊，你有时啊，得让因尬尬个一关系，哈，用筷子吃饭的才文明，乱乱讲，用手吃饭的最文明，因为他身上干净，对不对？用筷子吃饭呢，我管你身上干不干净。筷子干净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、哦、文化哈、哦，给你尬颠倒拜，大家好，你即马几千年来就感觉讲，哦，敢那中国文化足好诶，啊，字写起来每一字拢足水诶。因哦，那么讲，人家西方人啊，用刀叉吃饭，好不文明啊！吃顿饭也要拿刀然后叉，人因外国人是安那想，用刀子吃饭要吃牛排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无你牛排要安怎吃？规地拢甲包了。所以人家拿刀叉，用汤匙啊比较方便。而且、啊、刀叉哈、坏掉了、不干净了，回收搁定做。啊，你筷子回收嘞，变德顺了，变孙子。哦，中国足厉害哇！免洗筷也当做做孙子，哦，再上网查一下，真正有够厉害。哦，伊这免洗筷讲有法度变做孙子哦。所以啊、哦，这尼克森啊去中国哦访问的时候，嘛都爱学一下看这筷子变哪个啊？你知不知道？哦，奇怪，那用刀叉、用汤匙做方便，是安怎个啊？这机做不方便呢？所以尼克森啊感觉足奇怪。啊，其实哈、哦，济南人哈、哦、用筷子还不是很厉害，他们最厉害的是哦拿枪。为什么？这个人哈、哦、有法度拿枪来到台湾说赴刑事事。你敢想啦？您总经理哈、哦，你的公司的总经理已经死了，讲拿一支枪回来讲我要赴刑事事，敢有迄款道理？人伊有法度啦，国内敢唔是伊个公司呢？哇，这台湾敢伊个公司？唔是呢，拿一支枪来讲，咪要赴刑事事啦。人伊赴刑事事，佮印邮票纪念呢，好厉害啊！所以吼、哦，用枪才神啊、哦。其实哈、哦，这安藤利吉哈、哦，伊伫上海哈、哦、被判战争罪啊。结果讲有法度服毒自尽啊，足奇怪的代志。伊是第十九年的中毒啊，
台湾军的司令，上尾一摆，上尾一任的，啊，这个有法度赴刑试试的无？拿枪来到台湾讲，赴刑试试。赴刑逝世三周年纪念哦。较早我读册的时阵，读到这赴刑逝世嘛，无感觉啥，敢那真正常。到尾个内面政府才一想，啊，阮总经理死一去啊，哪有法度通回来赴刑逝世？我一直想无呢，都是因为伊已经请。哦，那即马就流氓啊，拿一支枪来我的公司讲，我要赴刑试试，我嘛无法度伊呢，真正是安尼。哦，迄阵啊死的时阵哦，吼，因为新闻那边安那报啊，民族的救星跳起啊，世界伟人死啊，啊，这个民族啊有法度救啊。哦，迄阵死的时阵哦。我也去排队，我那偌爱国的呢，吼、哦！迄阵排两三点钟，见伊最后一面，超惨安尼。迄阵沿路安那靠安那，恁免笑啦，当初恁安那安尼啦，对不对？哦，民族伟人翘起安尼，民族救星翘起，咱这个民族煞无救啊！这都是中国文化，哦，甲你教教教你。以前我小的时候也很爱做蒋总统的呢，我的志愿也要做蒋总统，问题是我不知道奇怪那个蒋总统有两个，最后那个以前我就是蒋总统是职务啊，所以有时候教育这样的问题。其实他那时候也有说的，在1950年10月他说的，我们今天已经成了亡国之民了，我们中华民国从去年年中就随着大陆的沦陷已经灭亡了，我们今天已经成了亡国之民了。他知道了，他知道呢，拿枪来赴刑试试。啊，其实这个人哈，伊拢跟人教这些国父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也外号在孙大炮。哎，你们上网 Google 一下孙大炮他的照片就出来啊。你们只要 Google 一下，现在 Google 世纪的很方便嘛。这个人哈、哦，这张相片哦是偷渡美国的时候，去有移民局的人抓到，抓到了哈，要照相起来要存档啊。一个移民局的人讲哦，我是伫檀香山出世的，所以我是美国人啊。檀香山哈、哦，迄阵啊美国都在欠人嘛。后来你甲讲你是伫檀香山出世的嘛，无要紧，好，你做美国人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人什么人？美国人，在檀香山出世的嘛，一定是美国人啊！啊，美国人创建中华民国，佮等于做总统，安尼像美中国像咧管的，嘛是美国人咧管的。马英九什么人？嘛是美国人咧管的。所以中国人嘛是自古早就拢美国人咧管啊，对不？也外号哈在孙大炮哈，在1905年哦加入美国籍。其实哦，这个加入很有争议性啊。这好在加入哈，这被抓到以后他就变加入了。檀香山哦，檀香山其实哈，啊在夏威夷岛下一块呢。你也记得那个San Francisco哦，San Francisco哈，因美国人叫起来是一个阳光的城市。才叫做善，对吧？把翻过来变一下，三番，三个番人住的地方叫三番市、哦、所以应该番的时候都有错，因为里面就都错，就是在这里翻过来都有毒。这是一个文件，这移民局公布的秘密文件哦。宣誓成为美国籍，这美国的独立宣言、啊、美国独立宣言一共啊，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，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。如果一旦政府不履行职责，侵犯人民的权利，人民就有权起来革命、改变或推翻它。这个孙中山就是讲，哇，中国这个大清帝国吼、啊，
没有保护我们的自然权利，给推翻了。伊就是去美国了吼，看到美国啊，伊哇，那有这赞的独立宣言，伊嘛要登去中国，所以就安尼啦。啊，啊，若要独立吼，需要武器呢。你唔通举低头病要去独立呢？要得割菜、倒菜刀要去独立呢？一定要武器，啊，要有别个国家给你斗三工。哦，唔通讲家己一个就要发独立。美国迄阵啊，独立有啥人甲斗相共？法国、荷兰、西班牙拢甲斗相共，所以美国吼独立起来，英国无伊个法度啊。所以中国要独立，啊，啥人甲斗相共？中国迄阵啊，孙中山要独立的时候嘛，叫美国、叫日本去甲斗相共啊。这孙文写吼，写予日本首相的批啊，这密函哦。大卫伯爵的首相阁下，哦，写一张批予日本的首相，讲吼，拜托日本哦，帮咱日本革命，哎，帮咱中国革命。啊，你都知影，迄阵啊，中国的文字吼，没有什么标点符号嘛，没有句点嘛，所以中国礼拜就是拜伫遮。你该签约的时阵吼，无看到标点符号，对不对？马关条约就是没有标点符号，签完了呢，阁无邓音啊，因为人外国人无咧邓音来嘛，中国人才邓音啊，啊用签字的，所以中国人拢嘛无咧承认条约，因拢嘛讲迄不平等条约，就是伫遮，没有盖章，其实日本人是有盖章，问题出伫对，全条约都没有标点符号。所以点在一点的，在一解释。你若甲伊签约吼，你唔千万唔通甲中国人签约哈。签约的时候唔通用中文哈，甲中国人签约吼，爱用英文、用法文、用德文、用西班牙、葡萄牙文，就是不要用中文，知道不？用中文哦，他这个标点符号，他可以随便乱点。本来你借他钱的哈。会变成你欠他钱，知道吗？标点符号点的就好啊。中国的文理吼，足奇怪就是伫遮。伊若要判你有罪，讲吼，骑马伤人，你骑的马吼去伤人家，对不对？啊，伊若要判你无罪咧，马骑伤人，买家己去动人诶嘛，所以无罪。这就是中国的文化。要判你有罪无罪哈，在一啦，你只要提前来见就好了，懂不懂？所以中国文化哈，要提前哈，要提前来讲，你不要两串胶来讲哈，知道不？一张批顶头哦，没有半个标点符号哦，伊只哈嘛，家己自称伊是支那哇。这张批当中二十几摆自称支那，所以日本人叫伊支那嘛，无啥唔对的所在啊。啊，因敢那地工人即马叫伊支那吼，敢那咧叫伊神啊，足气人叫伊支那。伊讲吼，大卫伯爵首相阁下，却为今日日本移驻支那革新，以救东亚为举，而支那之报酬则。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啊！啊，要标点符号要点到就在一点啊！哦，这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啊，拜伊就开放全中国，吃日本啊！所以吼、哦，标点符号足重要。一支这张批顶吼，拢总写支那29摆。梁启超也笔名吼，这支那青年，所以支那吼，唔是虾米歹字啦。这卫星照片不清楚，这倒位？伊拢嘛甲你加工吼，这有这大陆对不对？其实这有这欧亚大陆啦，哎。爱人讲只有这中国哦，
讲我在大陆哦，吼、哦，足环保诶，家拢无啥电器哇，家都西北派诶，东南派诶，家都拢有靠电器哇，上光诶，就家哦，吼，这首尔啊，全世界上环保诶国家的家，唔免电器，有赞无？哦，这真。金正恩呢、啊？在顶年啊，召开记者会，我们呐、啊、已经登陆太阳成功了。哦，所有的记者通通吓一跳，马上跟问讲：啊，你们什么时候上去的？哦，一作大声讲：我们趁天黑的时候上去的。赞哦，其实啊，这好在欧亚大陆了。这欧亚大陆，全世界哈、哦、总共有六块大陆，其实较早是跟它四块大陆尔啦，被那个巴拿马运河哈、哦、跟苏伊士运河切开以后，就变六块大陆啊，好、哦，哇，所有地球上哈、哦、所有的那个陆地啊，只要比格陵兰岛还大的都叫做大陆，南北美洲啊，较早是连到顶的，对不对？被那个巴拿马运河给割断了，有没有？就变南北洲两个大陆啊。苏伊士运河就是从欧亚非这从非洲啊，把非洲给割出去了，有没有？就变成欧亚大陆跟非洲大陆啊。还有南极洲大陆跟澳大利亚大陆，所以全世界基本有六个大陆。你前面能敢讲，我明天要去大陆玩？我美国人一定讲哪一个大陆啊？你到底要去哪一个大陆玩？哦，在全世界有六个大陆，我要到南极洲去玩。啊、哦，这大陆哈、哦、是地理学的名词呢。外国人啊，拢叫做 Africa 哦，非洲，他不会叫什么大陆不大陆了。哦 ，America 有没有 ？Australia 啦，他不会说大陆。只有中国，他一直在教你大陆，大陆啊，也就是中国大沙文主义的用法啊。他们自认为啊，他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。因常常那么跟你讲哦，嘿，全世界大陆虽然是很大，全世界陆地很大的国家很多了，但是哦，能用的土地哦，中国最大，有没有？苏俄哈，通通是冰天雪地啊，美国通通是沙漠。其实他自己沙漠也不少了，啊、哦，这里都是沙漠，戈壁沙漠有没有？啊，这上海，哎，这香港啊，这上海啊，电器讲愈济所在讲愈闹热啦，哦，伊的文化哈，伊的文字、信仰、习惯、历史甲制度。这些都有毒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不过、哦、你已经用几千年了，你没感觉有毒了。为什么？习惯了。他给你教到没感觉有毒了。你如果是那个毒品，你吃到中毒来，吃到你没吃毒品的艰苦呢？对吧？安非他命没事，很艰苦的呢。尤其鸦片，鸦片如果没事，整个身体都没烂呢。所以、哦、毒品、哦、一定要看看啊，给你喂；看看啊，给你饲啊。即个毒吼，免啊解。咱来听新闻，即看，嚯、哦，这蛤蜊吼，敢那味敢那足毒个无？其实蛤蜊无啥毒啦，蛤蜊你爱食三十年了，才会看出有毒啦。啊，唔过吼，伊给你干啦。哇，这蛤蜊好毒哦！你若听到蛤蜊哦，你根本连买都唔敢去买，足烦恼。我即马唔知有食到蛤蜊哦。啊，其实蛤蜜哦，你要食二三十年哦，才有感觉毒啦，迄无啥毒啦，卖骗啦。伊伫个内底吼，伫个人体内底潜伏十到三十年啊，才会觉得有毒啦。一般人哦，看不出来有没有毒啦。蛤蜊吼，那中毒的时候呢，这头爱乌掉呢，整个头拢乌掉，才有法度人去除这个蛤污染了。
伊是慢慢慢慢的病死，所以你吃三十年了嘛，差不多啊，寿终正寝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毒也没什么关系啊啦。啊，不过真啊，人的有毒的文化吼，让你吃个无感觉有毒，吃几了千年吼，足爽的，哪吃哪舒服，因为吼，伊的文理足水的。伊的文理安那水，所有吼跟女孩子在一起的都是烂的字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创作文理的时候，都是感觉查某人拢有毒的，所以所有的文字跟女孩子在一起的都是毒啊。上毒的对，上毒的讲奴啦、奸啦、妖啦、娼啦，有没有？这些拢足毒的呢。尤其查某愈多吼，拢愈毒。这就是叶文丽有毒的所在。那这几年呢，所有的字哦，你里面给你登一遍，只要跟女孩子在一起的，没有一个是好字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女孩子有毒了。你看，女孩子要拿着扫把才能成为妇人，有没有？女人要被娶了以后，才会变，才成娶啊，对不对？在林里面的女孩子就变贪婪的男的了，女孩子要昏头啊。所以哈、哦，也文字哈、哦，得创造文字的神都是有毒啊。所以你不能说哦，我读的书哦，好、哦、在诗篇啊，好漂亮啊，好赞哦，唐诗三百首，念得。好像凹凸有致啊，迄拢有毒的。哪呢哦？你讲哦，这女孩子要越少才会越妙。奇怪，安奈无等正的人愈来愈多。那论真讲，女孩子哪越少吼，应该是要等正才对啊。那生遐多，我想拢无。即个有毒的颜料做出来的文章。一定有毒的，对不对？那就跟他讲，你这块土地有毒嘛，种出来的苹果很漂亮啊，好红哦，好香哦，就是有毒的。安尼简单嘛，伊的文化都是有毒嘛，所以下出来诗篇啊、诗歌啊，嘛是拢有毒的。女孩子哈、哦，要待在室内哦，出了门哈、哦、就不安全了、哦。安尼，这个中国这个社会会带人诶未？这个社会，女孩子只要出了门就不安全。啊，你甲想，这个社会变哪带人？古早时代就是安尼，因创作文理的时阵就是安尼，对不对？女孩子一定要在室内，出了室外啊，就可能会被吃掉了。中国的文理哈，爱较细腻的，但这外国人哈。唔知影这艺术吼，伊个想讲鸡排很好吃啊，穿的吼，这是会去用误会呢。哦，鸡排不是很好吃，就可以穿在身上啊。伊个文化安怎读？恁一出世就跟恁讲啊，你想刺的对不对？想牛的，想好的，上好的许辈讲想娘的，吼，拄到娘年哦，要生一个娘女嘞，娘囝嘞。拜托的，啊，龙不是同款是迄个虫吗？吃多一尾不是禽兽？啊，啊，恁一个出世就给恁教做恁是禽兽，哦，恁嘛用得足相关的呢。我想多的，哦，你想教加我两下哦。恁嘛用得足好的呀、啊，哦，我想多的，哦，好容易睡哦，好会吃哦。敢那皇帝想龙吗？皇帝绝对袂讲我想食的啦，恁才会当想食的。所以恁女孩子呢，好惨啊，只能嫁鸡随鸡的，嫁狗随狗，对不对？看恁若无结搭得好，女孩子多不值钱，只能嫁鸡跟狗了。还好不然没有嫁到猪，阿摩你有跟猪睡在一起，阮某就。
咱现在就要做禽兽呢？啊，足奇怪呢！咱未使做天上的星座吗？咱未使做金牛座、水瓶座吗？一定要做禽兽？好，啊，恁阁做甲足欢喜的，足奇怪的。咱哦，叫猪啊教大汉哦，咱人真正变做猪去呢，知无？哦，我刚刚拢已经习惯了，因为这毒啊，这已经变做鸦片啊，你知不知？哦，我想鸡吼，足够呛的，哇，想牛的吼，足够猎残的。哦，恁这拢台湾牛，煞变公营呢？恁哦，做禽兽煞变变只做公营的，吼，足奇怪呢。这毒恁几千年啊，已经毒到无感觉啊。中国的文理哦，上歹的是伫遮。干一尾鱼啊，吼，看遮拢总共72尾鱼啦。遮的鱼呐，熟悉完了，你拢变专家。你个想，美国人讲鱼吼，干那 fish 一种尔，哦，什么鱼才搁另外落去研究着嘛？足简单的代志，哪着爱熟悉遮侪尾鱼啦？啊，搁每一只鱼拢足歹写哦，吼，遮每一只我几乎拢唔捌，干那这里可能青鱼可能较捌尔。看伊个文字，看偌歹学啦，英语偌好学，你个想看卖？26字尔，拆开吼，咱每一只拢捌，吼，足简单，对不对？歹个较歹个是干那爱个倒起尔啦，对不？啊，中文唔是往那倒吗？同款倒，因为恁学几落十冬拢咧学这個啦。是啊，咱唔甲你教英文教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恁入来了，就甲恁教中文，逐天拢爱学中文，造词造句，吼，拢甲恁灌遮落去嘛，对不对？一天8堂课，甲恁灌7堂课，剩的那一堂课呢，教你唱歌，有没有？教你画画，啊，永远画不会的画，永远唱不会的歌，不是唱不会，是因为不会用乐器，有没有？不会用乐理，自细汉无爱甲你教，甲你教什么？豆芽菜有无？干那会晓甲你教豆芽菜啦，剩的拢无甲你教着。为什么？恁拢无想这个原因？是安尼？你一直读英文，自幼稚园读英文，读到大学，竟然我英文无法度甲外国人沟通，你无感觉足奇怪吗？是啊，我学遐侪年的英文，奈个读个大学，啊无法度甲外国人沟通。恁有想过这个原因无？因为恁是敌人的子女啦。因足知影，因足清楚的，咱是敌人的子女。我敢有可能甲我的敌人的子女，甲我的仇人的后生查某囝教好？对不对？足简单的道理嘛。我的仇人的儿子女儿一定要给他教好歹，上好教好做我的奴隶，对不对？安尼上好。所以吼，恁来知影恁的身份，恁的身份就是敌人的子女。所以啊，恁的英文永远读袂好，恁的乐理啊永远读袂好，恁的画画从来没有出过什么画画才能，就是因为恁是敌人的子女。那依咱台湾人的巧啊，五线谱咱早就甲变作彩色个啊啦。那哦，用这几个十档啊，搁咧后背。咱台湾人食巧呢，迄计量的单位无斤啊，迄是自然台湾人古早就用啊呢，即马咧用啊，搁咧用呢。金啊，就是用斤称的，就算斤的哇。较早咱台湾啊，足侪金啊。所以金哦，全世界通用的单位哦，咱台湾人是足巧的。那迄五线谱，咱用几落百档啊，也搁咧乌白。迄那咱台湾人教咱会晓了，早都甲变彩色个，对不对？五线谱变彩色，毋是真水吗？也搁即摆搁咧用乌白，所以哦，咱台湾人念咩都要甲变做彩色个。这中文哦。歹哩，歹伫遮。因咧讲的话吼，嘛无好话啊。只要言字旁的吼，也没有一个好字哦。字典甲变出来吼，200几字啊。只要跟言字部的吼，也没有一个好字啊。因为其他人不说好话，
因讲的拢假话。上赞的讲这里，哦，这里上赞，即卖上用上多无 ？Facebook 顶头讲赞赞赞赞，直直去了，这里一定赞的，对不对？乱乱讲这里嘛歹理，安那讲歹理？你要对人的好话啊，爱先两摆用钱甲买，安尼有赞无？这就是中国的文化。你若要对人的好话啊，爱先两摆哦，用钱甲买，安尼才有好话，安尼有赞无？歹。这些都是有毒的原料，对不对？有毒的原料做出来的饭一定有毒的。中国字安怎拍好？这个意哈，港音的有198字，字啊，港音的有119字，币啊，港音有144字。你若敢讲吼，我是姓余啊，你爱解释讲你是余天的余啊。无人会解释讲你是吃剩下来那个鱼啊？你若是叫做阿西吼，你爱讲解释啊？我是这里西啊，唔是阿亏的亏啊。所以中文足歹学的，中文哦，港音的遮尼济哦，你爱讲解释呢？你啊剩余的鱼吼，你讲我叫做。玉啊，我是白玉啊！你要敢解释讲我是这里玉啊，一个王在一个点那个玉啊，无人唔知道你咧讲多一里玉啊，尤其这里玉，我叫做阿玉啊，你要敢讲你多一里玉哦，记忆的忆，还是容易的忆，所以中文足歹学。汉文吼，你自细汉都开始直直学啊，学安怎？一直抄，一直写，一直造词，学到大学了，你会晓作诗未？唐诗三百首，遐拢每首吼，拢别人写的，遐才是真正的汉人呢。唐诗三百首爱用台语唱，恁知影无？爱河洛话唱才会押韵呢。北京话唱的，北京话唱的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还有在念呐，还不是有在唱，《唐诗三百首》爱用唱的，哦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哈，啊，甲《三字经》嘛，同款，《三字经》爱用河洛话，啊，不过哈，迄拢有毒啦，不管河洛话还是北京话，迄拢同款毒，所以因的字哦，足歹学。到1949年的时候，还八成的人还文盲呢，文盲那么多呢，所以日本人那时候来台湾的时候，嘿，所有的都几乎都已经捌日本，最少也都读到三年了，日语很简单学，那时候我们台湾学日语的也都差不多会说日语了。他们都跟你说，我们的祖先都为登山来的，对不对？恁的祖谱就变出来，那么为登山来的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几落十代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呢？结果你的祖先唔捌字啦，对不对？1949年的时候，文盲啊，搁八成呢，安尼你的祖先敢捌字？啊，唔捌字，讲竟然有法度写祖谱，这个祖谱一定是遐会捌字的替恁写的。啊，替恁写的时阵，那写好，爱甲你写较公用的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阮祖先一个叫做王朝，哦、我就想起，哎，好、哦，王朝敢是伫个包公边啊？迄个王朝马汉迄个，好、哦，迄阵我感觉偌公用的呢。阮一个祖先，结果讲包青天是假的啦，恁知影包青天是假的无？恁唔知影、哦？包青天是连续剧呢。中西做的连续剧啊，中国无这号人哈、啊，你唔通就是真正有包青天哈、啊，哎、欸，啊你唔通就是讲真正有迄个尚方宝剑哈，尚方宝剑没有那个东西哈、啊。中国字安怎拍哦？
咱即马吼，若要电脑输入吼，吼，总共拢我会知影的吼，有即十一种啊。注音输入法、仓颉输入法、老苏行音中文输入法、苏速仓颉输入法、库库脑存输入法、大新仓颉输入法、行列输入法、大义输入法、吴湘民输入法、助人输入法、汉音输入法。英文敢若一种的输入法，你唔学，啊，你爱学这种的，真艰苦的。咱敢若学一种注音输入法，就学到头青目肿，爱用一指神功哦。尤其是连这个搁爱用造字的呢，这些输入法拢无效啦，爱用造字的啦。安尼看中文偌歹学，啊，恁已经学几落十冬啊嘛，所以恁感觉足好学的。啊，英文哦足歹学的，其实英文上简单呢。啊，恁就感觉吼、哦、英文足歹学，因为恁唔是自细汉。伊若要甲你教好英文嘛，足简单的啊。一天八节课、七节课，拢给你教英文，你袂晓吗？规学校拢讲英文，安尼你袂晓吗？等于厝也嘛爱讲英文，电视拢给你播英文，安尼你袂晓吗？啊，伊就是要给你教做中文啊！规等于厝也看电视嘛，拢中文啊，所以你足紧的啊，马上学念的好啊！伊若要真正给你教好的英文，足简单的环境就好啊，这环境通通给我说英文，足简单念的好啊！这古早的问题啊，讲个这西夏文字，讲偌歹学，这每一字我拢唔捌啦，连孤山的孤，我个连字嘛个写袂好势，我唔知孤山到底安怎写吼，看偌歹学了，我归去拢为一只乌龟较紧，这是熟悉的啊，因为吼、哦、龟山，你为台算乌龟，就知影乌龟啊嘛。所以哦，中国的文字是足歹学的。英语一简单，这二十六字搞清楚就好啊。唔知影咧，唔知影直接拼，对不对 ？Apple A P L E A P P R E， 对吧？迄足简单 ，Y E S S 哈，足简单，直接不用解释。你唔免讲讲哦，我是回忆的忆还是容易的忆，唔免安尼解释，你直接给拼上去 ，OK 就 OK。所以很简单啊！啊，这款文字咱唔学，啊去学无，有够歹学。学这款字，这古字吼，安怎讲？人古早搁较先进，古早吼，因中国的文字安怎？四工就写四工无？三工就是三工，两工就两工，安尼有简单无？安尼看卖嘛，足简单，对不对？四个日头，四个牛，四只牛。人因古早偌先进，台湾诶，即卖讲咧流行啥物三 P、四 P 无？五 P、六 P。人因古早时代就是四 P 啊啦。安怎看？足简单诶，你看，这是毋是四 P？ 恁个即卖即咧玩三 P， 太落伍了啦！人家这个古时候他们就四批的了，所以哈、哦，要不要太笑中国人？咱们中国人是很先进的哈、哦。啊，这无就无啊，那都在三里无哈。所以哈、哦，这困难的文字哈、哦，拢已经淘汰啊。中国人原来真巧呢，知影因中文足歹学，所以因即卖在做啥？做简体字。对不对？因即马讲吼，有爱不用有心呐、啊，对不对？爱字不用心呐、啊，爱那得要有心，做爱只要有体力就好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亲呢？亲不见了，干嘛要亲要见？义呢？义不要我。啊，那国呢？因即马做国家吼，唔免太难啊呢。哎，因即马吼。城墙里面只要有一个王就可以做国家，啊，你有看到？所以哦，人因咧进步，哦，人因这拢无咧用啊，拢进步。因嘛知影因的文字足歹学诶，这咱屏东一个庄哦。啊，你若住伫即个庄，要按讲要讲解释领导住倒位哈？拜托你甲
介只讲恁住伫即庄，无即庄是到底倒一庄啊？你要敢讲你住即庄，你嘛歹解释啦，连写都歹写。我看我那无几个写会出啊。即讲啊，做嗲味甲跳味啊。啊，遮歹文字，遮尼复杂的文字，你嘛阁用甲痛噶？吼、哦，我住迄庄哦，吼、哦，这两字偌赞的，偌特别的。你若要写一张批，你干写这两字就头前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咱那就要学遮歹学的文字呢？这样，遮歹学的文字哦，早都要淘汰啊。所以人今仔人即马拢简体字的原因在遮，哎，歹文字要淘汰。较早、啊，这含羞草嘛，吼、哦，细汉的时候我那正爱耍，我都唔知有洞呢。含羞草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啦，伊名叫做见笑草，全株有小毒，中毒的症状是哦，接触过多会眉毛稀疏啦。我才知影讲，我即马想要眉毛会稀疏啦。啊，唔过哦，恁已经毒惯死啊，你知无？因为恁无咧耍含羞草啊，因恁食毒食惯死啊，你知无？你唔知影讲，即个字拢有毒啦。即个中文拢有毒的吼，恁已经惯习啊。含羞草吼，眉毛稀疏，我连讲可能会吐头。伊嘛甲咱讲吼，讲啊，即个迄个台湾人啊，讲甲咱教台语吼，台语用即八个动物吼，就会当甲带过啊有无？所有的音拢会当甲带咯。哦，即个狮虎爬鼻狗狗唱落有无？台语音所有的音拢会当甲带咯。啊，这嘛是中毒，安怎讲？啊，咱台语干来说甲动物斗阵尔，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我那有毒个，啊，给你毒几落千年，毒到你拢无代志啊，你食甲足爽个。伊嘛给你教这话，阿香啊，甲阿香啊，对阿香啊，去香港买香真香。啊！你若该用北京语读起来安怎唱？你会香死！哦、阿香和阿香跟着阿香去香港买的香真香，安尼你有香死？这就是咱台语优美的所在。台语吼会当背音的，所以咱台语吼来咧唱歌好听。北京语啊，五音不全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就是讲吼，中国人偌好唱歌，中国人更加好唱歌，都未比台湾人较好听。安怎讲？因为咱有八音嘛，因敢若五音不全尔嘛，对吧？所以啊，免烦恼讲唱歌一定唱顺，放心。台湾人安怎唱都比因较好听，因为咱有八音，知无？咱咧八部合音哦，全世界去个迄个联合国，吼、哦，拢甲咱吓一跳哦。迄布农族还是啥物族？我好像煞袂记。迄唱八部合音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感动人心。这样，我们给你打几个千年嘛？啊，因拢唔知影讲是安那香港唔好呢？其他人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香港不好。香港，咱台语讲起来就足简单啊嘛。香港，啊，什么叫做香港？唔是香港呢？香港就是垃圾港嘛，对不对？咱台语足清楚嘛，啊，就是事实啊。较早香港就是垃圾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因搞不清楚啦。你说、嗯、香港很好啊，很香啊，这就是香吼的原因啊。啊，恁真侪人叫阿香啊，有无？啊，某人叫阿芳啊，有无？所以音在人叫，哦，有的人爱叫呢。怎样呢？这些动物吼，较早拢野生的呢，这些禽兽，这些风产乙秋、乙秋啊，即个麦当果树，即个即较早拢野生的，对不对？野生的要哪个变作好诶？要为人为我们所用，爱个驯化，对不对？猪啊，爱个驯化，山猪个驯化了就变家猪啊嘛，哦，牛个驯化了哦，就甲咱犁田啊嘛，马呢个驯化了就要咱骑。啊，那是野人呢？野人要那个驯化，恁捌想过？野人嘛爱驯化呢，
皇帝哈，因为嘛讲啊，龙子龙孙呢，才是我的儿子。你们呢，龙的传人啊、哦，那好可怜啊！古早时代，你若讲恁是龙的传人啊、哦，很简单。像以前恁听一条黄梅调无？黄梅调在唱的梅龙镇无？梅龙镇啊！那个皇帝去梅龙镇去住一间酒店，看到这个头家娘，吼，足水足帅，要甲爬登来做某。安怎讲？你的店名叫做龙凤哦，犯了欺君之罪。你若无嫁我，我要甲你抬头。所以梅龙镇迄个头家娘一定我那去要娶登去啊，对不对？足简单的道理啊。欸你叫梅龙镇的龙凤酒店，龙就犯了欺君之罪了。赶快嫁给我，不然就砍头。皇帝的子甲伊的孙啊，伊读无可能甲你同款读《三字经》啊，读《人之初，性本善》啊，对不对？读《四书五经》啊，皇帝的子哪有可能读这啦？皇帝的子读啥？帝王学，读牧民，要安那牧民，跟牧羊同款，对吧？伊读的就是啊，帝王学。啊，恁呢？恁读《三字经》的话，《四书五经》啊，儒家思想要孝啊，尽孝，懂不懂？要二十四孝，对不对？有无？啊，今晚感觉二十四孝刚刚无啥搞，有无？伊即马叫恁读爱读三十六孝，对无？啊，咱来看看这二十四孝。孝感动天，哦，这儒舜哦，这是做皇帝哦，对不对？儒甲舜这两个拢皇帝嘛。因讲哦，这孝感动天，伊咧内禅的时阵啊，讲有大象甲鸟啊来甲斗三工。你即阵啊，吼，咱即阵啊去看人咧犁田啊，嘛有鸟啊咧甲斗三工，嘛有牛咧甲斗三工，啊，即个农民嘛孝感动天的对啦。所以这个第一孝就把它推翻啦，对不对？尤其搁这皇帝下来哦，吼，伊孝感动天呢，迄就跟他讲吼，蒋介石啊讲吼，吼，我最孝顺了，结果定咧拍因老母的吼，迄就惨啊。对吧？此此痛身痛心啊！这曾生啊，讲啊，因老母咧找伊的时阵哦，曾头啊讲个嫁一个曾生的仔啊，卖讲啊哈，今麦大哥大做方便的，较只卡的话，哦，卖嫁曾头，嫁到等于恁母啊都唔知，哦，卖讲啊哈，为亲父母，哦，这排米哈，等于恁老爸食就友好啊啦。啊，较早款式超无饭通食的款，一定爱派一寡米回去，互恁老爸食才是友好。即马来超市买都有啊，哈！戏彩娱亲老来子，吼，这只要跳舞，互恁老爸看到友好啊。讲讲的讲遮大堆啦，有倒一项是真正好。这样啊，饲蚊啊，甲饲好饱吼，恁才袂顶恁老母啊。蚊打袂较重，你来就好啦。卖戆啊吼，搁这啥物？迄个卖身葬父啦。你若真正无钱哦，山乌一空就呆落啊，唔免卖你的身哈、啊，对不对？那我遐讲诶，迄是借口啦。其他人吼，就爱做奴隶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叫靠啊！我要卖了我的父亲，卖了我才能葬我的父亲。吼、哦，我有多孝顺？哎，冤家啊！来看到你叫孝顺，才甲请回去厝做奴隶吗？唔免啦，卖身契签签的就使啦，对吧？这样、啊，枯竹生笋呐、啊，讲安尼叫做什么莽撞的，就是为遮来喎。你放尿唔是较紧吗？你用靠有法度生笋啊？割肉弑亲的喔，喂母埋儿，
这犯了杀人罪呢？看中国社会，看多苦，为了母亲呢，可以把儿子给杀埋掉了。啊，还有迄讲，会当挂家己的肉饲老母的，恁老母若知影你的肉会敢食吗？卖讲在人吧，根本就哦，卖讲诶，讲这吼，这拢假吼。恁家采公妈牌啊，有无？迄、那个祖先的迄个牌啊，就是魏家来的。这丁兰啊，因老爸死吼，讲无一项通纪念的，溪边捡一块茶吼，哇，迄、那个代表因老爸啊，甲刻的采咧遐做公妈牌，为遐开始。中国人开始拜公妈，这些都假的啊！你不能就是说这二十四孝每一孝都很孝，很好笑啦！哦，因拢甲恁教安怎爱孝顺父母。恁老爸咧食安徽泰面的时阵，你买较大包的吗？还是伊咧素鸦片的时阵，你进来买好食？我无钱通开，你进去甲我抢银行，安尼有孝顺无？这不是孝哈！你要爱你的父母啦，不要孝顺你的父母啦，知不？你如果有爱你的父母，你就自然而然会知道要做什么事。你老爸无钱通开，你去甲他抢银行，安尼很孝顺吗？有啦，我抢了2000多万回来孝顺你。安尼有孝顺吗？所以哦，不要孝顺哈，要爱你的父母啊、哦。外国人没有在教孝顺的，他们也没有孝顺这个名词，他们只有爱，有爱你的父母，爱你的兄弟姐妹，爱你的朋友，爱你的丈夫，爱你的先生，他们只有爱一种。但是你要会分辨的，你要分辨是父母之爱、兄弟之爱、姐妹之爱。还要你自己仔细分辨，你不要不会分辨，搞错了。兄弟之爱变夫妻之爱，那怎么掉呀？对吧？所以你自己要分辨清楚什么是爱。外国人是教你怎么爱，中国人呢教你怎么孝顺呢？哎，问题是教你错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其实他是真正要教你是要孝顺皇帝、啊。对不对？最重要是要孝顺皇帝、啊。家要二十四孝，笑一笑就好哈，不要真的笑哈。应该你讲《弟子规》哦，我们囝去上课哈，去读国小的时候呢，摕一块垫板回来，讲因老师分给因的《弟子规》，讲回来要背啦。我一个看看的回来讲，你家若做会到吼。已经变圣人了，你不用给我做这个，我自己都做不到。所以我的孩子我没叫他背这个，他们老师说叫他背起来，我说你不用给我背，我不用你给我做这个，这个我自己都做不到。我们要有一个观念，我们自己如果做不到，不能叫我们的孩子做了，寄希望于你的后代。中国人最坏的现象，哦、我为着我的子孙咧拍拼，卖戆啊啦！你的子孙爱为着伊家己拍拼，哦，伊拢好，我存款一直存起来干嘛？要给子孙。人家比尔盖茨哦，存钱遐多哦，不爱老人囝，伊讲老人囝是咧害了他儿子，为什么？我若老好伊，世人都拢免做啊咧。变废人啊！我呢，我家己拢爱拍拼。一概讲去啉咖啡啊，比尔盖茨去啉咖啡有啊。小费讲摕一块，因为外国人有小费的习惯嘛。伊想讲，哎，这杯咖啡哦比较香，给了5块钱的小费。迄、那个 waiter 啊，比尔先生。你真寒酸呢！你的儿子都给50块呢。那个比尔盖茨安怎讲？你知道？伊讲哦，那没办法，
他有个富有的父亲呢、啊，我可没有。所以吼、哦，伊讲吼，因老爸做好起来，我是无，足简单的道理。所以呢，观念无同，因为好家人哦，钱拢要献落去慈善机构，做善事。钱人唔是啊，钱人钱拢欠咧互后代，甲害我死，互伊拢免趁食吼，拢做孝爷。这样呢，对的观念嘛，小想者。哦，你留两千万给恁囝，恁囝拜拢免做事啦，上好留两亿啦，拢给伊倒咧困，坐咧房。所以哦，其他人的教育拢错哦，甲你教三纲五常啦，五义十五伦十义四维八德三达德啦，即个甲你教变做低高五，变做禽兽。这孔明的三十六计，三十六计吼，吼，讲孔明外国战争的对不对？逐摆拢战赢，外国人研究员讲吼，唉，足简单嘞，恁干那骗尔嘛，每一家拢用骗的对不对？每一摆呐，跟你战争哦，卖信你的话就赢啦，因为你每一家拢骗的啦。什么顺手牵羊，隔岸张关火，声东击西，借刀杀人。拢用骗的，安尼就是落后战争。即个吼，讲到这三十六计，这乾隆哦，皇帝伊是一个文化的摧残者。为什么？吼、哦，伊足爱邓英啊，每一摆伊欣赏过图吼，吼、哦，拢邓一个大大的印有无？你捌想过哦？蒙娜丽莎迄幅图顶头那两瞪一块啊，乾隆御赏啊！迄幅图敢嘛有记得？奇怪啊，中国文化呢？因为吼、哦，伊就是要甲你毁掉。安怎讲？汉文化是烂文化呢？这么烂的文化要把你毁掉？这些人哦，嘛足想要断的哦，尤其这马英九啊，哦，伊嘛足想要甲断一个马英九，对不对？陈水扁嘛想要断啊，啊，这些人拢断完吼，啊，这幅图就差不多啊啦，对不对？搁较水吼，就好势。哇，中国的图拢安尼，每一幅图拢爱断因啊，啊，到底算是咧欣赏因啊，还是咧欣赏图？你嘛无感觉奇怪，因为恁看惯习的。去到故宫哦，吼、哦，这北有乾隆看过，这一定真迹。蒙娜丽莎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作者啊，迄个毕卡索啊，签名啊，签咧边啊，无啥看的呢，足歹势，签咧边啊了，这是我的拙作。伊毋是啦，吼、哦，乾隆甲你断了，这北我看过啦，唐伯虎有的啦，偌水偌简单嘞。这些邓满吼，这些人嘛足想要断的，连我都足想要来断者。所以人全世界所有的图拢唔敢来中国展览，安怎讲？来这展览，反正断一个，伊那就去啊，对不对？这吼断伊那的文化是有够歹的，每一幅图，搁较水都要断伊那。你捌想过，将来佮邓一个菜呐吼？所以唔敢来台湾展览的原因就是，唔敢来中国展览。好咧，家在吼无来啊，啊无将来佮邓一个乾隆御赏、马英九、陈水扁，啊你佮想即幅图，感觉有记得？这郎世莲画的图，吼、哦，时阵啊画起来真是足水的呢。啊，每一个欣赏过的人吼，拢邓一条音啊。啊，拢变作国宝啊，拢放喺故宫，安尼讲宝贝啦。这因啊，中国歹文化。一摆我去银行啊，要领钱啊，因啊转落讲，你拿错印章来了，啊？啊，无我用签名的会使，
袂使，你等于摕原来迄粒来，我等于吼冰冰的奇怪，迄粒毋知去藏喺底，所有的那种杂物，无爱互我领。我甲银行的小姐讲，啊无是我较大，迄粒因也较大哈。迄个钱到底是我的还是迄粒因的？迄个银行的行员伊讲，迄粒因的啦，你讲讲会分会分的咧？我讲好，我当来清户籍，迄、那个复印件成本哦，甲你盖过，安尼看相诶。哦，迄银行诶实在是够够白目诶。迄、那個、钱明明着我诶，一定爱共款即个因啊，用签名诶袂使，我本人啊来啊袂比了因啊较细，足奇怪呢。啊，你嘛无感觉奇怪呢？你感觉呢？敢若真正常。人外国人签落诶字才有算数，当因啊无算数呢。等于那你人无来无算数，签名才有算数。真啊人唔是啦，哎，等于那才算数，签名无准算，足奇怪嘞。啊，你嘛无感觉奇怪，恁正用几啊千年啊，所以哦，这包青天哦，你嘛感觉真嘞呢？哦，真正有包青天这一号人物呢？顶一回啥，敢那四五届进前一个学员甲我欢迎，伊讲伊去中国要找包青天呐。讲因遐个人甲讲，无啦，哪有包青天这个人？包青天这一次连续剧是中式一个导演吼编出来啊、哦，你唔通叫是真正有包青天呢？这样，伊讲即个尚方宝剑哦，讲上斩昏君，下斩柴臣，你嘛唔通叫是真诶哈？诶、啊，中皇帝无可能会竖你一支剑来杀我啦，无遐戆诶皇帝啦吼、哦。啊，若真正。真正是属汉人的朝代吼，都是大宋朝了。大宋朝吼，才叫做真正是汉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因讲河洛话，因伫中原的平原、洛阳平原，遐拢讲河洛话。吼，啊，你唔通就是讲吼，这包青天是讲北京话呢？包青天是讲河洛话，哈。这南宋哦，啊，这是。卡在迄个中原平原的底下啦，中原的平原哦，加拢讲河洛话。南宋吼，去予金朝灭国去了，金朝阁去予蒙古灭国去。即个大理国有无？啊，南宋卡在讲什么话？冇讲客家话啊，冇讲广东话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即个拢去予汉人甲灭国去啊。啊，灭国了。阁叫金朝甲灭国去啊！金朝就温州人个话，灭国去了，阁叫蒙古人甲灭国去啊！哦，中国人偌伟大，对不对？所有甲灭国个拢甲叫做公，对不对？这哦，这岳飞个故事，对不对？讲啊，这精忠报国，吼、哦，因老母话克你个，也要赤你赤精忠报国，这是假哈、啊！因老母袂晓赤你啦。迄阵啊，宋朝吼要去做兵的吼，拢爱赤字。尤其啊，因为中国人吼好男不当兵嘛，所以当兵的都是一些什么，都是一些罪犯啦、奴婢啦、奴隶啦，无通趁食的劳模，迄唔才去做兵。啊，去做兵安怎？爱赤字呢？赤字吼，赤字的阶级，赤字面的，上阶级的爱赤字面的，因安怎？你若刀兵哦，一个看就知影你这逃兵啊。啊，若较高级的，赤咧手的；上高级的哦，赤咧脚只片。所以，毋只做将军，哇，岳飞做将军来赤咧脚只片。伊的老母哦，赤字这是元朝的时阵无记载哦，迄、那个明朝的时阵嘛无记载哦。是甲清朝的时阵哦，你写小说啊，才讲吼，岳飞赤的死字哦，因老母甲赤啊，所以吼，这岳飞吼，勤快用莫须有的罪名甲判用十二刀的金牌甲吊上来无，甲判死刑。汉人拢讲这勤快是汉奸无，啊，谁才是汉奸？岳飞。我皇帝调你回来，爱用十二刀的金牌把你调你也不回来，
是不是要抬头？需要罪名吗？我皇帝打电话叫你十二拜，你还不回来，我的手机早就失败了，对不对？您太太如果打电话打十二拜给你，你还不回，那支手机一定说坏了。何况我皇帝落十二道的金牌叫你给回来，你还不回来，一定要抬头的嘛，很简单的道理嘛。那时候钱的人是怎样？他们老爸死要守孝三年，岳飞他们老爸因为头一次从军，他们老爸死要回乡守孝三年。你去想看钱的人的风俗有多坏，你阿公若死，你阿嬷也死，你老爸又死，你母也又死，死了你孤儿一世人都守孝就好了。哪有那个风俗说死过身人死是很正常的事情？你老爸死守孝三年，你阿公死，你阿祖又死，你祖妈又死，那时候就死了，都在守孝。所以这是很坏的风俗，很奇怪的方式。岳飞最出名就是做这条歌，满江红，满江红，好，很好听。怒发冲冠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太王爷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，三世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其实您有个中毒啊，这条歌吼爱用台语的唱才对了，对不？岳飞是河洛人呢，那有可能唱北京话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吼，这条歌爱用台语唱才会好听。上网 Google 一下吼，谢谦唱的《满江红》，听看安怎听，吼、就知影讲《满江红》爱安怎用台语唱，麦克风夺去啊，吼。青康血又未歇，臣子恨何时灭，家常居踏破河南山缺，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该英雄怒血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。安尼，咱台湾人唱歌有比中国人好听无？因为咱会晓背音，知无？所以这勤快吼，爱代替皇帝互因求啊。皇帝你哪会使判甲废死刑啊？这勤快代罪，知无？勤快这是忠臣呢，服从上帝的命，皇帝的命令呢？这甲废不服从上帝皇帝的命令，砍头，对不对？这南宋金条哇，岳飞啊，民族英雄，吼，就爱安尼啦。英姿焕发哦，啊，这勤快都变獐头鼠目啊，这都是历史。真正这个才是忠臣呢，这个啊，一直要拍，一直要拍金条的人，我皇帝都已经跟金条的人签合约签好啊。已经签和平条约签好了，你搁一日敢唔敢拍？每敢拍一摆，我就要赔一摆。安尼我是不是要叫你回来抬头？你敢拍一摆，我就要赔足侪钱的。我都无咧戆哦，岳飞哦，你真正要抬头啦。因为咱啊做兵吼是卑贱的行业，所以吼要迄、那个要做兵啊，爱赤利呢。赤利是万不得已的呢。中国人若去做兵，都是安怎？万不得已才当兵的，有真正好的人啊，好难不当兵的呢。所以真的人唔捌见赢过，有无？因为国一日干嘛咧改名？对不对？
什么大韩帝国、大明帝国、大元帝国、大唐帝国，有多一个是中国？所以拢一定太输人的嘛，太输人就皇冠啊。所以每一个的皇帝拢像拢外国人。大清帝国的国旗是1889年才开始有的哦。迄阵啊，留学生去美国留学啊，那全世界拢有国旗，那干大清帝国无国旗？用这个讲奏遣皇上作为大清帝国的国旗。啊，大清帝国去由孙中山推翻了哈，就变五色旗啊，有无？五色旗安怎？啊，对，汉满蒙回藏，有无？是啊，汉人是红色的。汉人哦，老血老血上多，所以红色的。黄色的代表皇帝的颜色。啊、哦，那时候满洲人拢管中国嘛，皇帝才能穿黄色的呢，龙袍黄色的呢。你随便什么人穿黄色的，你还抬头啊？你讲，哎，所以哈、哦，汉满蒙回藏哈、哦，代表五种颜色。啊，这支呢？这支来个台湾才定为国旗的哦。这支是中华民国的海军军旗，来个台湾了哈、哦，在1946年哦，才定修宪了，定为国旗，在1954年公布哦。啊，迄阵啊，已经流亡了嘛，啊，流亡那有可能变国旗，流亡旗啊、哦。啊，即卖已经去予这支代替去了嘛，中国国旗去予这支代替。孙文某，伊嘛知影讲吼，世界的潮流浩浩荡荡啊，要顺之则昌，逆之则亡。下面有这世界潮流，就是要符合国际法。大清帝国有知影国际法，所以无灭国啊。大韩帝国、大明帝国、大元帝国、大元、大明、大清、大韩，只有大清知影有国际法。所以大清帝国无灭亡呢，伊是去予遮个继承去，有无？不，去予遮个继承去。所以他没有灭国。是安那？因遐拢啊讲，拢咧讲北京语，就是拢满洲人咧统治，对不对？因遮国际法哦，大韩帝国唔知影有国际法，所以灭国去。大明帝国唔知影有国际法，所以灭国啊！大韩帝国唔知影有国际法，灭国去啊！只有大清去要继承去啊！世界和平哦，要怎么样达成？你唔通讲，就是讲哦，一颗流星下来，赶快许愿哦，世界和平，假啦！一看到流星哦，你唔通许愿世界和平啊，没有效啊！哦啊，你慢慢许愿，讲要环游世界，环游世界嘛，无法度啊。上简单的电脑买较大台就好啊。即马3D 的电脑有无？买较大台，世界去环游世界足简单嘞。你甲拍大峡谷哦，嚯 ，YouTube 内底带你去大峡谷佚佗。所以即马电脑足简单嘞，要环游世界较简单。啊，若要世界和平嘞，一定要遵守国际法。为什么呢？国际法规定哦，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嘛，对不对？足简单的道理，我甲你占领了，袂当改变你的主权。安尼哦，有一天你的军事力量比我较强的时候，你唔则袂国甲拍倒转。那因为军事力量较强，啊，就会当共占落。安尼一日干嘛咧战争？对不对？我那。军事力量较勇啊！我怕你，就变我的。连江佫怕你，佫变我的。全世界美国上强啊！即摆地球唔着一半拢变美国的，对不对？阿富汗嘛叫我拍落来啊，伊拉克嘛叫我拍落来啊，伊朗嘛叫我拍落来啊，啊唔拢变美国的。所以哦，爱遵守国际法，那美国就遵守国际法啦。拍落来袂当变伊的哦。日本，互我美国拍落来了，袂变我的呢。我是跟他暂时占领而已。
啊，占领吼，袂使移转主权呢。欸，我美国来占领台湾的时阵，我派一个中华民国，这个刘，伊唔是派中华民国，伊是派蒋介石的军事政府来占领。占领台湾了，占领是袂使移转主权的，对不对？流亡吼，袂使，袂使就地合法。流亡哪会使就地合法吼？吼，作战的。我即马流亡来美国，就地合法。美国煞变坏哦，哪有可能对不？迄阵啊，法国流亡去英国伦敦，嘿，流亡到伦敦，伦敦全变歪的，干人大家全世界嘛要流亡，对不？西藏的政府流亡来印度，印度煞变歪的，哪有遐好康诶，对不？所以吼，流亡袂使就地合法。咱听毕师长咧讲个战争法。哦，你等于想要来册局来买一本战争法回来研究，别想啊，战争法没有这本书，战争法是从这个五个条约五个法律约定来对综合判断出来。第一个就是海牙第四公约有关战争的部分，第二个是日内瓦和平公约，第三个是红十字会总章程有关战争的部分，第四个是美国陆军总使野战手册，第五个是美国的判例，最高法院的判例，加还要加入一个惯例法，人家用判例，加综合判断出来才会成为战法。哦，你唔通讲来册教要买一本啊战争法当来研究，没有啊，你要从这个法律上去综合判断出来。因为哈，这个日内瓦和平公约全世界都要熟，就像人权公约一样啊。人权公约，你虽然没有签啊，你也要守人权公约呢。那是因为那是全世界公约，和平公约嘛是同款呢。和平公约是全世界和平公约呢，你无去签呢，你嘛要受。都敢那你住在这栋大楼了，你住在这栋大楼哈。那个大楼的公约啊，你也要守呢。你唔通讲我无去开会，我无去签名，我连管理费我都唔交，就简单了嘛。你唔拿管理费，无去签名，无去开会，你嘛是爱守公约呢，对不？你无拿钱，连工伊就去法院甲你讲，告到你迄间厝变袂大，对不对？即卖大楼就是安尼啊。还有这公寓大厦管理法嘛，对吧？嘿，你无去开会哦。不影响权利呢？你不会签名，赶快！对啊，孙大炮，孙大炮也提出来三民主义，是不是？民生、民主、民权，伊就是学林肯呢。林肯你讲啊，一个政府啊，如果是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政府啊，永远不会消失。林肯呢，上有名的一件代志就是啥？解放黑奴。对不对？伊解放黑奴了哈，向上艰苦。向上欢喜，乱乱讲，黑人甲白人拢同款痛苦。因为安怎讲？白人解放黑奴了，工课拢无人通做。黑奴哦，更加艰苦，无头路通做，无饭通食，无所在通住。所以黑人嘛，足艰苦的。伊大概迄阵啊，要去暗杀林肯呢。阮做工个做个好，你想要要甲人解放啊？所以黑人啊，足艰苦的。吼、哦，龙的传人上欢喜，对不对？马上有工课啊！遐黑人的工课，拢龙的传人代替。遮黑人一解放吼，遮龙的传人偌爽呢？这些龙的传人马上就有工作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他只要四万万同胞啊，拢在服侍一条龙呢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呢？现在有这么多的美国人好服侍，多棒啊！全部的所有的龙的传人，通通有工作啊！所以哈、哦，龙的传人是不是很高兴？所以，正在唱这条歌哦。
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，它的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。巨龙脚底下我成长，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。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，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。我听不甜言蜜语总是很好听的，但是有毒啊，对不对？你男朋友要怕你的时候特别讲的甜言蜜语好听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想一想啊，你男朋友到底要不要娶你啊？一天到晚甜言蜜语跟我讲啊，我是龙的传人啊，结果我都在当奴隶，对不对？你的龙的传人很好啊，你们喜欢当传人哦，很棒啊，我就给你叫龙啊，你叫龙子龙孙啊。其实呢，其他人拢在做这个，对不对？因做奴隶是做个做习惯的呢，安怎习惯？自大明帝国、大汉帝国迄阵就拢有迄个练葵花宝典的啊，对不对？汉人上好练葵花宝典，对不对？你练了葵花宝典以后，就世界无敌啊，就可以当头了，当那个宦官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宦官拢是上官的官呢。除了皇帝以外呢，对不对？皇帝想爱家哦，我给100个宦官，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你们的小鸟要割掉，对不对？有简单不？哦，在汉人多欢喜呢，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小鸟割掉，当大官，有赞不？我们好勇敢哦，全世界人哪有这么勇敢的？像我汉人这么勇敢的，多一个有法度。像有法度跟我们批评，来啊，来练葵花宝典啊！汉人这些上厉害，葵花宝典练好以后，马上可以当官啊，对不对？所有的汉人通通是他们在管，皇帝多赞啊！我交给你们去管，你们只要干什么？负责把我的奴隶教好就好了。所以从那满清帝国过来了，啊喏，偌欢喜呢！一个人管一万的人，啊，够有村。因为迄阵啊，满洲人无几个嘛，才几百万人口尔呢，管4亿人，吼、哦，多棒啊！所以看台湾呢，台湾里头比赛遐大尔，那我看到啦，遐个人拢男无情，女无义的呢，对不对？所以看台湾哦，有也好啊，无也好啦。台湾要创啥？我管这些人都管袂赴啊，哪有看到台湾遐去？所以啊，台湾遐宰令啊，派官过安怎？恁家己负责薪水啊，我无是无咧派薪水的啊。因为安怎？因为因做官食饭爱较严呢，清官食饭较严，对不对？食饭较严就是无薪水的嘛。唔过吼，恁去宰令哦。对不对？台湾是金马山在恁屋啊，所以呢，官僚啊，伫台湾讲3年官2年满，做2年哦，就地甲满啊啦，做3年呢，吼、哦，唔知要安怎再等伊啊。所以呢，骨头哦，拢无爱来台湾了无，因爱捡骨了无，其他人爱捡骨呢。其实咱台湾人免捡骨，咱台湾人本土人嘛，其他人哦爱捡骨等伊，因为安怎，伊惊咱台湾人甲毁掉伊。所以吉那人祖先的骨头拢爱捡断，较早咱哪有咧捡骨的？啊，咱看因咧捡骨，因讲安怎？吼、哦，捡骨吼，风水才会变好。甲恁教教下恁戆去，恁做猪狗有上好啦。所以吼、哦，咱知影咱什么身份？是安那咱学英语也学袂晓，对只。恁的子孙学英语学袂晓，唔通怪伊。即卖虾米咧课纲，有无？高中生遐咧甲教育部翻课纲，
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。为什么？你是敌人的子女呢？我是教育部长专门的教你的呢，哪有可能给您教好啦？要给您教好做奴隶，安尼才是我的天职，知无？所以你要管你什么课纲，课纲你唔课纲，你拢假。好了，我帮你改一下就好了。从英文，本来中文哦教七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改成六个半小时，好不好？啊，有好吗？正经应该给你教，伊唔给你教。不应该给你教，给你教一大堆。所以哦，因做奴隶是做甲足惯习的呢。对啊，奴隶是做甲吼、哦，比尔盖茨有无？甲迄个贾伯斯有无？上巧，美国人上巧伫遮啦。吼、哦，恁中国人足爱，真爱人足爱做奴隶啊！我阿伯吼，互恁做奴隶，拢免买机票，免买船票，来阮美国做免。我即马落订单互恁着啊！我订单啥 ？Apple 四吼，一万台，无啦，即马无了一万台，一千万台。即个努力吼，听谁的话？郭台铭，郭台铭比亚迪本了，比100万人来帮他工作，有赞无？即马努力吼，根本都免出国，嘛免坐船。来到我美国，搁食好诶，睏好诶，免恁在恁遐食地沟油着啊，对无？食隔米着啊。所以即下做奴隶是做个足痛苦诶，毋过伊毋知影因诶痛苦。因美国人落订单着好，吼、哦、我订单愈收愈赞，哦，即卖收一万台、一亿台，有够赞诶啦！哦，这贾博士吼落这 Apple 互我有够赞诶。你拢无想讲用虾米换来？哦，啊，咱今日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日上课就上到这，谢谢。